爷爷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越战越勇。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呀。我叫朱芳，今年78岁，今天很荣幸的来到这个越战越勇，非常的高兴，还见了好多的新的朋友。这是我的小孙女。哦，孙女啊。啊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朱逸轩，今年14岁，真的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能与爷爷单独相处这么长时间。哦，我大致分析一下，就是平时你是在外读书，很久没有回家了，对吗？第一是因为上学嘛，第二又因为爷爷平常比较忙，就别说陪我了吧，他连陪我奶时间都很少。哦，那爷爷是不是78岁，就是由于能力特别强就被返聘了？您忙什么事业呢？给这个单身朋友介绍对象，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婚教所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啊，爷爷，您还是红娘啊。对，还有名片啊。中国第一红娘，京城首席大媒人朱芳会长，交友活动，组织旅游，家庭联谊会。爷爷，您那张名片应该给我。有没有合适我的求宝？介绍一个。我家这有一个小白的小机器人。哎呦，机器人都有了。你身边要有好朋友也可以来找我来。但是这么一说，其实我特别激动啊。您之前看过越战越勇吗？我也经常看。这个节目呢，讲述故事，情感细腻，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团队啊是一支娘子军，但都平时忙于事业，现在都单身。都单身。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您的手头有没有什么适合的男生啊，给我们介绍介绍，推荐几个好不好？也可以啊。这是我家的资料库啊。这个男孩啊40多门，女孩最多到82门。这都是现在还没有结婚的？这都没有结婚的。有没有带什么小本儿？我们看看照片什么的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来来来，是。对，就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单身女导演。哦，这她也单身。哦呦，这白头发，这也是来征婚的？他不是，这是他儿子。啊，他儿子征婚，这不容易让人误会吗？这照片放的，男，41岁，体重180斤，然后身高1米92，择偶条件孝敬父母，人品好，有稳定工作。好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也合适啊，这一个小帅哥哈。不喜欢太胖。那我们有一位女导演不太适合。好。所以像这样厚厚的本子，男生都有40多本。40多本。哦哟。